嗨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利，我是你。今天我们要干嘛？我们今天要准备变土豪，所以我带了一个朋友来。嗨，我是小周。那我们要怎么变土豪？就靠他们了。我们选自己想要的刮刮乐，但是我们只有五秒去说明我们要怎么刮，超过五秒就会直接卡掉哦。这样叫招财猴，这边刮中三个有什么就有什么，这边刮中一个有什么就。这猴丸运转就是你的幸运号码跟你的，好，算了，这样吧。这个是猴厉害。这叫进。这个是幸运开奖机，它只要刮出六个东西就可以勾出什么什么什么。这张叫欢庆2016，把所有东西都刮开完之后，对中幸运码有什么就。你没中奖。好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准备一个500块的，它是100%会中奖，你要不要刮？不要，结果只中了100块。好，没关系，小周，厉害吧？还有1000块，我要刮。不行，大家一起刮。哎，伊利中奖，你要干嘛？哦，我想环游世界，然后顺便去美国，然后把苹果买下来之后呢，然后再去法国，然后把所有甜点店都买下来，然后呢再去日本，然后再把整个日本买下来。